台语文千万字，大家要跟大家做回来拜一日。过年过节拢是游牧师上界无用的大月。今天你要跟大家小解，这一日就是游，它悠游第五条。照古早台语字典解说，这个游就是古早千里马馆、千里马馆休困的夜站。咱现代讲的，就是传达文书、传批、包裹这邮件机关，咱讲是邮局。因为寄这物件需要付的邮资，咱讲是邮费。买单买邮票来付邮费、付邮资。邮票古早毛人讲是七手，是为日语来的。另外寄批这个桶啊，有人讲是批桶、邮便桶，毛人讲是邮筒、批筒、邮便筒。带大家做回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读作邮便局，也就是邮局。邮便局嘛是为日语来的。第二个词读作邮差，古早毛人读作邮车。过去民间有人讲是送批、提批，听起来较无遮尼啊正式。咱现代有人直接讲是邮务师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甲做伙。譬如讲，这个富人人接到诈骗电话，来到邮便局准备要汇款，那是看完，你就该苛刻对方一定是变神啊，含经过邮差嘛，挖过来甲伊讲，千万唔通。富人人则相信这一切拢是假。今天的小解这一日读作游，提供给观众朋友来参考。